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址时间。今集的题目呢就是讲这个黑心夺命神棍。提到神棍，即大家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或者遭遇的。我就想讲一点点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OK， 好了。在很多年前，真的很挨住都有十几年了。咁每個人咧喺人生裏邊咧，我哋有大運有流年，當然有起有落啦嚇。有時會行啲唔係咁好嘅運嚇，咁啊無論各方面都好似唔係咁好。咁我記得咧喺我十幾年前做嘢嗰陣時咧，曾經有段時間咧係個運咧係走下坡嘅。咁當年咧好多嘢都唔如意，曾經有段時間。咁永遠咧神棍咧。就不可以單獨行事的，神棍通常呢就一定有僅有一些呢人呢去幫手的。例如說你不會無緣無故去遇到個神棍的，你通常就算你通常永遠在你行緊衰運的時候你又會撞到個神棍，而這神棍是不會無緣無故被你撞到的，很多時候都是會有人介紹的。 OK， 就好像中國人所說的一句說話，黃皮撩哥不吃唔熟唔食嘅 ，OK。咁當年咧喺我即係好失意嗰段時間啦，咁啊有位同事就介紹咗一位差唔多係神仙咁噶啦 ，OK。就話好多嘢都非常之準，或者係即係可以能人所知不能啦嚇。咁當年阿 Kim 咧即係。我知道自己行緊衰運啫 ，OK？ 我亦都知道可以去擺陣，但問題人，我明白人總係有一線嘅即係希望啊，希望係真係可以做一啲嘢，係可以即時立即有所改變嘅 ，OK？ 但我話俾聽係唔得嘅，我話俾聽，如果係嘅話咧，其實社會上咧應該每一個人都好成功，每一個人都生活得好好快樂 ，OK？ 實際上人生咧，即係。不好的事情十常八九的，這件事情大家都會即明白到這件事。好了，當年發生了什麼事呢？我那位同事就介紹了我去見那位會神仙、okay？ 我就真的阿 Kim 當年就真的請了一天假，那就去見那位會神仙。那位神仙、就住在、就是、一個他的 office 呢，其實也是一個住宅上面的、咁可能嗰個係住宅嚟嘅，唔係商用樓嚟嘅。咁就喺呢、這個九龍灣嘅嚇，即、就、係、是、大家近住，即係喺地鐵站出嚟冇幾遠嘅啫。咁呢度咧，我就唔想講，即係知名度性啦嚇。即、就、係、是、我唔想俾人淋紅油啊。OK， 咁就嚇，即、就、係、是、如果係我亦都唔係喺度即係講邊一啲神棍啦嚇。咁、希望即係、就是、如果係行家嘅話，我未必講緊你嘅。OK， 咁啊。請大家就不要對號入座了 ，OK？ 咁我知道那位神仙其實而家仲繼續喺度從事緊嘅嚇。咁佢係點樣樣咧？佢係喺度佢個經營模式咧就話，當阿 Kim 上到去咧，就首先佢有啲助手啦，咁啊安排你喺個大堂嗰度，即係喺嗰間屋嘅裏邊，喺個住宅單位啊嚇。佢裏邊有幾間，即係有唔知兩間房定唔知三間房啦嚇，其中一間大啲嘅，咁喺出邊就叫你出邊就有一個廳嗰度就叫你大家等啦嚇，擺曬喺凳仔嗰度坐嘅。咁個收費係點樣樣咧？佢嗰位助手咧就擺定好多利是封喺度嘅，就叫你隨心啦嚇，咁你隨分擺啦咁。咁隨心擺嘅話，即係我相信一般人會諗嘅就話，哦咁即係擺20蚊又得，擺50蚊又得，100蚊又得，或者你擺500蚊又得咁啦。OK， 咁當年咧佢就係以一每一條問題要俾一封利是嘅，咁當年我啊決定係諗住問三個問題嘅，咁我就當然即係、就是、原先就諗住，唉都即係、就是、半信半疑啦，都唔知得唔得，都唔知準唔準嘅，係咪先？咁我呢新人啊未聽過話有咩神仙啊，咁啊去睇下啦，即管嚇，即、就、係、是、半信半疑咁嘅狀態啦。人即係好多時迷惘嘅話，都會墮入呢啲陷阱啊。咁我打算就話，哦，咁如果我問三個問題，咁啊100蚊一封啦，咁。唔係攝啲100蚊紙落個利是封就 OK 啦。咁我去到嗰度咧，就發覺咧，佢就真係坐到滿曬嘅喎，即係好
哇，好人山人海嘅，即係你會覺得係，因為佢笪地方又唔係大啦嚇，即係其實佢已經可以坐到成六個人到啦，五六個人到啦，咁你已經覺得哇好旺場啊，仲要等你等好耐啊嚇，咁我諗住啊，即係哇真係幾旺喎嚇，即係當年我又真係年少無知啦嚇。咁正當咧，我真係打開銀包諗住入落去嗰啲利是封咧，就係佢嘅助手俾我嗰陣時咧，我聽到對面啦，即係坐隔離嗰啲啦，就有五六個嗰啲師奶啦，咁佢哋就話：喂，好似好準嘅佢，我上次問佢啲乜嘢，咁即係講呢啲啊，突然間講得好大聲，然後咧佢就話：啊，你擺幾多啊？喂，擺多少少啦，係我次次嚟親我都俾成1000蚊嘅入落去嘅，點點點，嗯。咁當時我聽完呢樣嘢，我就喺度諗緊，咦死啦！有100蚊係咪少得滯咧嚇？咁我喺度諗緊，啊咁啊，不如入夠200蚊啦，一條問題啦咁。但我又唔夠散紙喎。咁於是冇理由成1000蚊咁一封嘅，即係你又唔知佢準唔準喎，係咪先？即係我可以明白一般人即係睇呢啲見呢啲神仙嘅心態啊。咁好啦，咁我唔理啦，唉硬住頭皮都唔理啦。之後冇散紙，咁照入100蚊嘅，咁一封入到裏邊。咁啊，幾經辛苦啦，俾我見到嗰位所謂嗰位仙姑啦。咁佢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俾張紙仔你，就要你寫低你個名啦、姓名啊、出生年月日嘅八字啦，同埋你當時所住嘅地址嘅。好啦，咁我就咁你咁講，照做啦嚇。當我寫完之後啦，咁佢就喺度就開始，佢間房裏邊咧就即係叫咗你入房啦。嗰間房裏邊有一個好大嘅壇嘅。咁個壇上邊有好多偶像啦嚇，擺咗好多神像喺嗰度啦。咁首先咧，佢就會唱一啲山歌，類似山歌嘅嘢，我聽唔明嘅嘢啦嚇，我唔知係潮州定係客家定係乜嘢啦嚇，總之就山歌咁啦，唱一大輪。咁然後就好似係可能即係喺佢個形容就可能即係唔知上咗神啦，定係有啲咩 message 佢收到啦嚇。咁佢解答我啲問題啦。我的問題就是我問他為什麼我經常周身痛的人很累或者這樣，還有很多東西都不順。那他第一件事跟我說一件事是靈嬰、我聽完這件事的時候記住啦，靈嬰這件事呢，這個可以是一個橋段，是一個藉口、而這個藉口就是一路古今一路至到今時今日、即是現在差不多是到 今時今日都依然仲有人繼續用呢樣嘢，亦都依然有人繼續信嘅。咁阿 Kim 咧當時就好直接咁同嗰位仙姑講：我話我拖都冇拍，我何來有靈嬰咧？我又冇墮過胎，肯定就冇啦。OK， 即係我可以膽釘接鐵同佢咁樣講啦。於是咧，佢就同我講啦：嗰、那個靈嬰咧係你爸爸媽媽，即係你有，即係我上一代啦。咁我喺度我就喺度諗啦。上一代就算我駁斥佢，佢亦都可能會同我講，可能你唔知咧。就算我駁到啊，佢一陣間又可能話我兄弟姊妹啊，再唔係可能講其他啦。我就開始對佢講嘅嘢半信半疑啦。即係我已經佢呢度已經可能你可以話老出馬腳又好，或者我已經係佢得唔到我信心信任啊，應該咁講啊嚇。咁如果佢既然乜都知嘅，係一位仙姑啊，大佬乜都知啦。咁係咪真係靈嬰你應該知啊？係咪啊？咁事實上我當時我拖都冇去拍，我何來有靈嬰咧？係咪先咁？所以我明白一件事就是為什麼這個橋段呢、就是、到今時今日還可以不停被人去利用這個藉口的呢，就是去斂財的。這裡我不是斷行家米路、就是、大家千萬不要對號入座、okay? 大家要明白就是隨著人口去激增，社會有不同的因素，無論是經濟因素、啊、或者是各方面的理由底下都好，就是無可厚非的加埋科學嘅昌明啦，我相信係有好多真係話未成年少女啊，或者係有啲係即係未婚媽媽啊。如果唔係呢個社會就唔會有咁多慈善機構出嚟，有母親的抉擇啊，又有其他唔同嘅社會慈善組織去協助呢批即係呢啲未婚嘅媽媽，或者係一啲即係未婚懷孕嘅少女咁樣樣嘅。咁好啦，咁。國內更加是啦，因為以前是一孩政策的嘛 ，OK， 就算而家話可以去到兩孩嘅，有不同的 system 嘅，咁其實佢嗰、那個流產啊，或者是墮胎啊，個數字一定會多嘅。咁所以其實往往有很多神棍，只要拿住呢一點，其實佢已經是戰無不勝的啦。基本上佢可能話有很多有啲人真的可能墮過胎嘅，佢亦都唔會話真係駁佢就話喂冇喎咁樣樣。咁好啦，
就算你咁樣駁佢，佢亦都可以講其他嘢，或者你前一世嘅，或者係深敲嚇冤親債主啊、冤魂索命啊嚇。咁呢度我唔評論啦嚇。咁只係我希望大家就係小心呢一樣嘢啦嚇。咁呢個係扣哥我公司裏邊嘅同事去介紹嘅嚇，好靚噶，誒冇乜點樣收你錢噶，係隨心喎。OK， 咁呢啲咪隨心咯。咁後來咧，其實我個心咧係有少少不忿嘅，即係我又唔中意同人嘈。咁我就當日我就話，我話其他嗰啲就今日唔問啦咁樣樣。咁我就佢答咗我嗰條問題，佢就話俾我聽，哦，係你間屋裏邊咧有個靈體嚇，晚晚走嚟敲你門，所以令到你瞓唔到覺，令到你好多嘢都好煤氣啊嚇咁樣樣。咁我問完呢個問題，我就走咗啦。OK， 其他嗰兩個我都唔問啦。咁好啦，我就心有不甘啊。我第二日我再請一日假。我去翻同一棟大廈裏邊，我再上翻去，咁好啦，咁依然又見到個助手啦。嚇！最令我奇怪嘅，我依然又係見到嗰幾位師奶喎。咁當時我就靈機一觸，我就諗啦，莫非佢哋係啲妹嚟嘅，即係請翻嚟嘅，定係點啦？嚇！咁當然可以話同幾名嗰啲咁嘅嗰啲客仔，可能佢上去兩次，係連續兩日咁。咁當然你可以咁樣解釋，咁但係即係我去到嗰陣時入到門口，見到同翻嗰幾位師奶，咁我已經係知道有問題啦。OK， 更加可以引證翻添。咁呢個少少嘅經歷想話俾大家聽啦嚇，即係好啦。第二樣嘢，我話點解即係一啲神仙咁？你話神仙係最多呃錢嘅啫，咁最多敛財嘅啫。OK， 佢亦都如果佢用得好嘅，佢亦都可以用心理治療法，即係令到你。更加有信心向好嗰方面嘅，咁但係當然向得唔好方面嘅，佢就一路咁打擊你自信心，不停令到你譬如佢好啲上司有啲上司都有啲神棍嘅嚇，佢亦都會做一啲好我哋覺得佢話好差嘅、好卑劣嘅手段咯，我會咁樣講咯嚇。例如佢會喺一啲人情場失意啊，或者人生裏邊好失意嗰啲時間裏邊咧，喺一個人喺個低潮位嗰陣時候，佢會講到就話你咁。可能他真的懂得看一些八字，或者真的懂得看一些東西，知道你的命格是不好或者怎樣，但是大部分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作為一個譬如說玄學師，如果你不是說一些明星風水師的話，你不是去看一個風水收到天價的話，而且單靠一些是算命啊、批命啊，你是紫微斗數又好，或者你是這個紫平八字又好，或者你是靠其他的奇門遁甲或者其他都好啦嚇，咁最多你咪鐵板神算 ，OK？ 咁一般嚟講個價錢亦都唔會相差太遠嘅，咁呢啲亦都不能夠令你致富啊嚇，咁所以咧有一部分嘅行內人啦嚇，即係每一行都有個害群之馬嘅，有一部分嘅人咧，佢可能就會利用一啲你哋嘅心態，其實佢哋睇好多心理學嘅書嘅，好勤力噶，咁佢哋亦都好容易即係喺。你哋嘅心靈其實佢係掌握，佢係可以讀心術，係可以去到非即係好靈活嘅。OK， 咁佢哋咧，我講翻一樣嘢，呢個就係我十零歲嗰陣時候，我曾經係我都有去睇過相。OK， 我亦都去算命啦，唔係睇相啦嚇，因為我覺得就係相學嘅相士，我唔係話每一個都係咁衰，但係相士咧真的的確確係有一部分佢哋比較真係係講啲嘢就，我覺得較為黑心少少咯。講啲係真係冇乜口德咯嚇。咁可能我出咗呢集裏邊，可能有好多對號入座嘅神仙又好或者點，可能會 dislike 呢一集或者呢個 channel 嘅，我唔知嚇。OK， 咁somehow咧，我就想講翻咧嗱，我十幾歲嗰陣時候有個經歷嘅。咁當年咧，我都係個妹妹仔。咁都會同其他啲朋友仔啊，或者同學仔都會去話啊，不如去睇下算下命啊，咁樣樣嚇，半信半疑咁樣樣啦，好奇心啦，基於 OK 好啦，咁啊去問。咁我記得當年去問咧嚇，咁就喺銅鑼灣某一棟舊樓樓上一個住宅上面嘅。咁當時嗰位算命師啦嚇，就講到我過去一啲嘢就真係好準嚇，係好準，但係對於未來嘅嘢咧，一啲都唔準。我告訴你是一點都不準，大家千萬不要覺得就你去算命，一個算命師可以算到你的過去是非常之準，你的未來就已經是在他掌握意料之內，絕對是錯，絕對是一個謬論。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說命運是掌握在我們手裡面，千萬不要想著說真的，如果每一件事我不理你，我不理你是用什麼方法，我不理你用卦，即易卦或者是用不同的算命術都好啦，通靈術 whatever， OK，
乜你認為所有算出嚟嘅嘢係 100% 命運就會咁樣行嘅咩？如果每一樣嘢都可以係 100% 算到咁樣嘅話咧，根本上啊，大家有冇諗過？如果每一樣嘢係可以預知未來知得咁準嘅話，係直情 100% 嘅話，我話俾你聽啊，我而家或者唔係我，大把人第一樣嘢將成副身家第一樣嘢走去過大海，就係擺唔使買乜嘢，淨係買鋪大同埋細啊，全副身家瞓曬落去得啦，唔使做啦，係咪啊？即係再唔得嘅，喂，再唔得嘅，你借錢都借翻嚟啦嚇，借夠幾百萬咁啊，係咪啊？或者幾千萬咁抌落去，抌落去一鋪得啦，翻嚟啦，係咪？當然唔會啦。嗱，記住，所有嘅術數咧，只係一種參考術，係一種透明術，佢未必係一種 statistic， 未必係一種統計學，因為統計根本上佢個五花八門係冇可能統計到咁多噶。命格裏邊有分男女命，有分大運，有分流年，冇可能係一個統計術嚟噶。只係好似我哋即係好似我哋讀 law 嘅人咁，好似啲律師咁 ，OK？ 我哋大家係引用好多唔同嘅法例 ，OK？ 有唔多嘅條例，我哋係處理唔同嘅案件裏邊就引用唔同嘅法例去用。咁你話有啲人點解會信得準？有啲人可能算得哇冇咁準或者點？嗱，呢個我可以解釋俾你聽嘅，係視乎佢個功力就係佢個技巧，佢點樣運用喺呢條法例點樣運套用入去 ？OK， 有啲人套用得拿手，誒、哎、佢勤力可能套用好多，或者佢天分，佢可以呢條例就套落去嗰度套，咁啊不停咁去套用唔同嘅嘢，玩唔同嘅花式，了如似掌，就好似一啲攝影師咁，有經驗嘅攝影師。或者有天分的攝影師是可以將一個醜八怪影到一個美女的 ，OK？ 咁當然啦，相反的就例外啦 ，OK？ 咁換言之就話 ，OK？ 佢就算套到落去，係呢個套命術嚟噶啦，套命術唔係100% 噶 ，OK？ 所以千祈唔好算命算到你係和尚命啊、短命啊或者點樣樣，你即刻諗緊啊就嚟死啦就嚟死啦，呢種情況是真係一個即係唔應該咁樣樣做咯。咁呢個我哋會遲啲會開一集咧，就真係會講批命啦。我會講話命係越批越薄嘅。咁留翻下一集講啦。咁好啦，咁講翻呢個黑心奪命神棍啦嚇。好啦，當時佢算到我一啲嘢，就好準。咁當時我十零歲一個妹妹仔，對於佢講嘅嘢，我就當然將來嘅嘢當然會直情信啦嚇，直情當佢神咁啦。OK， 好啦，到後屘佢就同我講一樣嘢，佢話不過你命裏邊咧。天生啊，注定啊，你是一个很肥的人。哇！我心想阿 Ken， 你想想我啊，即系我呢啲咧就如果系嗰啲上学家咧，就会话我呢啲面无四两肉啊吓，即系讲到我有咁差得咁差，甚至乎我成日眨眼啊吓，即系呢啲啊心术不正啊或者点样样啊吓。咁我又快活嘅吓，我甲状腺嘅，我嘅生活系长期好紧张嘅吓，以前工作系超过17个钟一日吓咁。咁令到我有時會手震啦嚇，記憶力衰退都會有嘅。OK， 咁我有病。OK， 咁好啦，佢居然就係講就話我係一個會係一個好肥嘅人。OK， 然後佢提出一個 proposal 一個解決方法，就係落佢嗰棟大廈樓下去唔知邊一個單位裏邊買啲減肥藥 keep 住食喎，咁咧就可以令到我咧 keep 住瘦咧就會健康啦咁樣樣。咁當然好彩我冇咁聽佢講啦。如果我咁樣樣做，即係我隨時。而今時今日已經不可以坐在這裡跟大家見面了，所以大家記得有一件事，即是人是要有理智，要冷靜，即是很多時候我看很多算命師或者我們算很多東西批到有些東西是準的話，不等於他的過去他的將來是一定準的，所以變成一個情況。也很多時候就說每一個算命師即是他們批命的人，他自己都有個八字，他們自己都可能僅有些客仔他可以做到，有些客仔他做不到的。有些譬如 很簡單，有時有一些客人的，他可能我一打開個命格已經發覺我和他根本上兩個格局都不同，完全是天黑地衝的，即完全很多東西是完全是兩種格局，是兩種不同的，即就無論我怎樣算他都可能會覺得、啊、你未必準。或者有些可能就說我是打開個八字，係咁依望下嘅，佢話：誒、哎、好準啊，好準啊，咁樣樣都有噶嚇。咁、啊、呢個就真係好似我哋用翻我哋而家我哋成日講一樣嘢，就話叫行運醫生一睇就掂啦嚇。即、啊、係、就是、有啲病你一路醫咗好耐好耐都唔好嘅嚇、啊，因為你已經試咗好多藥，而嗰個病都差唔多好啦。咁去到嗰一刻，你一去到睇一個醫生，嗰、那個醫生你可能一去睇連藥都唔使食就先好翻，咁於是你咪覺得那個醫生好 work 咯。啊、只不過就話嗰、那個醫生係行緊運嘅啫，就係、是、咁樣樣嘅。咁呢集就俾少少即係少少經歷同大家分享啦。多謝各位，拜拜。